Hello。Hello。你好。你好。那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啊？那边那个呀。这边这个吗？对对，就那个。哦，那只是一堆。一堆什么？嗯，只是一堆。聪明丸。聪明丸。对对对，聪明丸。什么是聪明丸啊？是会让人变聪明的药丸哦。变聪明，更有智慧。他们看起来怎么有一点像便便啊？对，看起来有点像便便。他们闻起来也有一点像便便耶。对，闻起来确实和便便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确定那真的不是便便？聪明丸拿来吃的。拿来吃的。不用钱。不用钱，只有火鸡才有。我就是火鸡。那你干嘛不自己来呢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你也吃一颗好了。